谢。这个也想要、啊。这个也要。你好，老板，这个怎么办？2文钱一个。好，我们要两个。客官慢走。这个。啊。如此人间美味，为夫还想再尝一次。夫君现在很会吗？那都是因为娘子你教导有方啊。一起品尝夜市人间百味，打卡成功。小姐。小姐来，小姐，你怎么都开始咳血了？不行，我要去找姑爷。冬青，不许去。小姐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得尽快寻求医治啊。我的病我自己知道，已经无药可治了。除非找到古画，回到我原来的世界，我早就不做幻想了。不会的，姑爷那么厉害，那么有主意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冬青，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在乎他，也最怕他难过。我一直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如果你还认我，就不要告诉他。好了，乖。小姐，我只希望在这个世界能够有始有终。你帮我去把鱼打车的股份文书找出来，我还要去跟一个人告别。事到如今已经是万不得已了，我们打开它吧。怎么和古画上的星象轨迹一模一样？而且你看这口井，连接着整个轨迹，莫非这口井就是入口？娘子，有救了！为夫可以送你回去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幅地图正是一幅藏宝图，而我们苦苦找的那幅古画就藏在宝藏之中。根据这幅地图所示，宝藏就藏在书院的底下，所以娘子你可以回家了。这宝藏是大凤人人皆知的那个传说，得宝藏者得天下吗？这样会不会惹来麻烦？文臣一，你听老夫一言，切莫再寻找古画，否则秘密大白于天下之时，你文家会迎来杀身之祸。夫君，不会的，不会。我醒了，大爷。父亲母亲爹爹一把年纪了，怎么能因为我而涉险呢？哎呀，闺女啊，咱不说了，
什么都不必说了啊！傻孩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既然是一家人，再苦再难，大家一起扛。依儿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救满意要紧。好。父亲，母亲，爹爹，是你们让我有了家的感觉，让我体会到了父母亲情，弥补了我所有的遗憾，这里才是我的家，我不想要离开，我不想。不哭不哭。娘子，你不必过度留思，有任何的事情都有为父在，你乖。快睡吧。说说你为什么就不告诉大家实话呢？说什么？说我真的很痛，还是说我要走了？前者他们会很担心我，后者他们会更担心我。我可不想好好的婚礼搞得那么伤感。但是，你不好好跟他们告别，不会遗憾吗？说不遗憾，那是假的。但比起遗憾，更希望一切留在最美好的时刻。时间不多了，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，你陪我吧。好香啊！真的。再加点辣椒。啊。我试试。嗯，好。老板，啊，请问我们可以自己调香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啊，请随意。来，都行。走吧，娘子。想挑一个什么样的香料啊？我看他们最近有些失眠，给他们挑些安神香吧。好啊，你送什么他们都会喜欢的，我帮你。我想要那个。这个。嗯，好。对我那么好，我却无以为报，是爹娘让我有了家的感觉，有了归属感，在我心里早已经把他们当成了真正的家人。傻瓜，爹和娘怎么会求你的回报呢？他们只想要你好好的。
你的责任重大，你要把我的那份消息一起好好接受。真棒，大功告成。